为了接引更多人走进佛教殿堂佛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医馆，日前首度的把艺术展和茶会做结合，吸引到上百位艺术爱好者齐聚在一起。拿出放大镜细细品味苏秀名家姚红英的刺绣作品，心里功夫让艺术爱好者赞叹不已。透过艺术弘扬佛法，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医馆除了推出展览，还有这一招。满满一桌精致茶点搭配别出心裁摆盘，仿佛精美艺术品，让人舍不得吃下肚。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医馆把展览和自助茶会做结合，吸引上百人走进佛教寺院，大饱眼福和口福，和人间佛教欢喜结缘。另一位是纽西兰奥克兰综合报道。